伦大巨蛋门票瞬间秒杀，粉丝拜托周董不要拒千里之外。说还不够让我走，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。周董粉只能擦干泪水，在家听经典歌曲。周杰伦暌违七年在台湾开唱，买不到票，网络上出现一片哀嚎，像是发文点进售票系统，蓝圈圈一直转个不停。20分钟过去，却已经售完，根本是转圈圈地狱。验证码还出现失败，甚至有人连验证码都没出现。天后阿令敲碗周董再加场，不过可能是太激动，再跟再分不清楚，不小心打错字，被网友们纠正两次。阿令还说会在家里好好读书。就连五月天阿信明明跟周董是好妈咪，但他也没有抢到票，还要大家不要灰心。我落在前座，发现再也见不到。周杰伦大巨蛋150,000张门票真的见不到，短短5分钟内就完售。售票系统拓元表示，最高同时上线89万人，已用10,000多台虚拟机器和最大宽屏，未来可能只有周杰伦才能超越周杰伦。下午3点重新试票，也有将近800,000人一起抢3000张门票，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人数，几率只有0.3%，比乐透总中奖率3.09%还要低。而周董也宣布不会再加场，也让这150,000人成为真正的天选之人。镜新闻综合报道，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